全网公认上身最大的女星，林志玲第三，柳岩未上榜，最后一位把我吓傻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对于明星们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身材和长相了。明星们都是吃观众眼缘饭的公众人物，身材胖一点或者瘦一点都会被网民们拿来热议，人人都是喜欢小蛮腰和大长腿。但是有一个地方不管是男女都喜欢大，是什么呢？当然是上半部卡。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娱乐圈上半部排行榜，你们看是不是正确的。第一名，杨幂。我们都知道杨幂自从《仙剑奇侠传三》崭露头角到宫的爆红，一步步见证了杨幂从默默无闻到一线发展。要说到杨幂，自然少不了身材了。据小编目测，最少有 D， 你们认为呢？第二位，陈乔恩。说到陈乔恩，小编想到的就是东方不败。不要看陈乔恩瘦瘦小小的娃娃脸，陈乔恩其实也是名副其实的童颜哦，你们想想有多大。第三位，林志玲。志玲姐姐的上半部是出了名的美，不然怎么会拍内衣广告呢？你们说是不是呢？虽然四十多岁了，但是身材还是保持得相当好呢。第四位，李宇春。春哥，如果不是认识的人，别人都会觉得是男的吧？为什么小编会认为李宇春的上半部最美呢？原因，你们猜咩？参考来源：